TAZ-5165 即 XFAP40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中国重汽集团泰安五月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是中国重型汽车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国家工信部、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联合审批的高端特种类消防车产品科研和生产企业。TAZ-5165 即 XFAP40 型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是公司新进研发生产的，适用于国内外各专业消防部队和大型易燃易爆企业的新产品，可扑救一般物质火灾、 A 类火灾、森林火灾以及油类火灾，也可执行简单的抢险救援任务。该车采用德国曼公司TGM18.290 型消防车专用底盘，配有原装双排驾驶室，可乘六人，骨架以优质铝合金方管焊接而成，外蒙铝板，载液罐材料为不锈钢，内部器材架采用铝合金型材，通过特殊连接件搭接而成，上装以美国赫尔 CFS12050FB-U 型压缩空气泡沫系统为核心，配置成都威斯特消防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 PL24-48 型泡沫水两用消防炮型水炮，配置美国冠军动力装备公司生产的 N12000-24V 型电动绞盘，配置星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 YZH2.4-5.6CF 型升降照明灯，总载液量为4000千克。泰安五月公司将始终保持严谨精湛的创新精神和奋发向上的拼搏斗志，不断打造国内一流的消防车研发制造企业，为推动中国消防装备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促进中国消防安全产业不断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